我知道你很别扭，我们就低调就好。哎，白嘉琪啦，白嘉琪在这里啦，温博啦，温博你家啦。哎，姐姐，白嘉琪啊，我们刚结婚啦。哎，特别出来游街哎。连路人都祝福我们。Hello Hello， 哎，白嘉琪。哎，丁佩琪啦，夜市丁佩琪整你啊！我等一下，我还停留在丁佩琪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两个靠在一起，最痛苦的是太太。我很小三的感觉。霸王小三？不会吧！你提这阿妈的，你们说阿妈的袋子，他是不是不懂？对他不懂。哎嘿，你好，丁啊。对不对？你看，哎，你说这是什么？阿姨，开心打了咪。对了，最流行的就是拿这个来买菜。真的假的？啊，你很幸运哎，你可以退休，你可以顺边边。阿伯，哥哥，来来来，阿伯，你们起来住的迄种番茄了，对啊。啊，你知影哦，林志玲，你知影？我知啊。对啊，好白痴。林志玲进来。阿伯刚刚哦，对啊，林志玲对啊。哎，阿伯你好，我是白嘉琪啊。哎，阿伯买买这番茄，番茄。快啊！哎，五粒，五颗，安尼偌济？60-60块。好，谢谢。你这种爱心的哦，不是要做给你吃，要做给我囡仔吃。做给阮囝吃。你爸爸都没考奖。我袂讲，我袂讲。哎，我不知道你听我台语哦。是。我本来还真不会说台语。哦，苦练。你看那边有一个阿妈的 LV。嗨。这边都有，哎，真的大家都流行用。对呀。啊，红萝卜。来，我是随便乱买的。嗨，当然。机智问答，那是谁？来，我是谁？是玉林。哈哈哈哈哈！你看吧，我还是有本事的。玉林哥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我还是有本事的嘛，对不对？要拜托。按这还他哈，我们也要交房子的，我们装这个就好。来，我们自己有房子。我来买这个。现在在推广环保。来来来。阿林郎哎。啊，他准备。阿林郎，你要挂掉。哥哥啦，哎，是男哦，那是亲哥哥啊，是。哥哥，我以为是客哥嘞。你唔怕哦，别讲啦。我一定哥哥哦 ，OK OK。